要求啲乜嘢呢？我觉得民主不一样的，它可以容许不同的意见，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可以比较有弹性的去建设、去改革。你在坐公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游行的队伍从你旁边经过，然后塞车啊，你就是看着他们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好像台北很混乱。那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是他们表达意见的一个途径，他们觉得说。他们声音，希望被听到；他们意见希望被尊重。参与同埋声音系重要嘅，但系我谂最重要系取决于咧呢啲声音咧，同埋系参与系有几多嘅尊重同埋影响力系赋予俾佢哋。我可以俾你讲啦，你讲我唔听。在以前啊，可能他有一些政治刊物会被查禁，因为政府不希望有反对的言论出现。他们觉得说。国民党政治以前有人是说一党独大，就是他们是最大的一个政党在台湾。那后来台湾慢慢发展多党政治啊，那他们可以接受比较不同的政党他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做一些改革。两岸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可能在经济上面啊，在政治上面。很多东西原本是禁忌的东西，它现在可以被打破，就是比较开放，比以前开放。我想对香港人就会是未必是只是东欧这件事，我想反而是1997是对香港人的渴求和影响，或者64对香港人这个反省追求会更加是着紧，因为他看见没有的时候他会怎样样，我想冲击会比较大。如果我要做一些是負責任，對下一代負責任，對自己負責任的，又所謂促進民主，我應該就去多些學習，多過說去推動一些什麼東西。我覺得現在政治的另外一個最大的動力是經濟，很多可能很多國家他們為了爭取經濟的因素，他們可以把原來他們是封閉的狀況變成一個開放的狀況。我的期望就是香港和中國之間有多啲嘅了解，有多啲嘅認識。入到呢间空军学校就真系有福啦！点解阿 Sir 系只鬼族咋？听晚7点。有时我需要冷静一下，全神咁投入一个宁静清凉嘅境界，所以我拣三洋遥控冷气机，无论咩型号款式都够静够冻，最好嘅仲有埋遥控添。唔系话我偷懒啊，真系几轻松噶。我喜欢三洋，你都是。巴西咖啡浓烈刺激，实力胜人一筹，智利矿产丰富，潜力惊人，有待发掘。秘鲁沙甸鱼身手敏捷，姿势美妙，这些南美国家都有一样共同特产，南美国家杯。
亚太区的新人类虽然很向往西方的民主精神，事务西方的科学求真态度，但是对于西方社会的重重危机就有很强烈的不安。他们一方面喜欢来老货的物质享受，但另一方面又反对经济剥削，反对外国经济侵略。他们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亚太城市依然都是陷入穷困无助的当中。他们一方面欣赏现代科技带来的快捷和方便，但同时又抗议核电的意外，抗议核子微尘的威胁。其实很害怕的，因为看回一些发生过的事，即是核泄漏影响到很多人，即是由核輻射污染到令到佢自己變有啲疾病啊，或者生即係變咗形啊，生嗰啲唔知咩嘢出嚟啊咁。咁其實嚟講，即係用核去發電咧，係一個好危險嘅嘢。你唔單止要考慮到佢，即係嗰個 process 嗰陣時有機會有人為性或者即係其他嘅創導致佢核洩漏啦。你到運送嗰啲核燃料嘅時候，你有機會會係亦都有核洩漏啦。新人類一方面希望世界權力平均分配、互相制衡，但係又反對用恐嚇嘅手段。佢哋會驚部署喺世界各地嘅核子彈頭可以喺好短時間毀滅地球。人類陷於集體自殺的邊緣。新人类赞成民主选举，反对独裁，但是对于没有群众基础的党派、假情假意的政客演示和令人失望的政治家生活是完全没有信心的。环境污染、废料充塞、树林变成沙漠、城市交通挤塞，空气令人窒息，新人类觉得好无助，有不安。
类渴求生命的意义，但是对传统的宗教组织失望。他们慨叹宗教团体对社会少了一份承担，缺乏智慧和勇气。他们对于传统宗教是失去信心。亚太新人类开始觉得东方社会不一定要依赖西方，见到西方文明堕落，他们不想重蹈覆辙。他们觉得不可能全盘西化，但是东方传统的思想又不能够成为社会的支柱。大家感受到，原来亚太区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不稳定，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权力转移的困难。曾经参加长征那一代之后的一批接班人都下台，在面对2000年，谁可以做中国的接班人？接班人想保持社会稳定，是否一定要推行强人政治来加强他们对社会的控制？如果是这样，很可能就会加速人才外流。一党专政何时可以结束？强人政治可不可以再次抬头呢？治安混乱，是否一定要组织军人政府？李承晚、全斗焕倒台之后，还要几多个政府落台，韩国人才可以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独立和统一呢？一直以来，权力的转移是东方社会最艰难的一关，因为东方人以家族为中心的思想已经是太根深蒂固，永远都是想延续自己，又或者自己一派的人。新人类知道，单单复古又或者全面西化都不是办法，他们追求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种新思维，渴望一个新天地，一种新的心态。新人类正期待东方发起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想成为出色的空军，就要找他帮下手啦。呢位啊，就是当年最英勇的空军之师陈立德。点解阿 Sir 系只鬼族咋？听晚餐点？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大叫一声汪汪，见到同学，早晨汪汪，见到朋友。一二，汪汪！亲爱的朋友，请
请随时大叫一声王王你王我王大家王王王先辈愿你精神王王王退休老干部王中汉为了实现心中梦想以惊人魄力筹集资金招募人才建成大官员他是十一亿人民其中的一个星期三晚八点如果过去是属于欧洲人的天下现在是属于美洲人的世界那将来就是属于亚洲人的世纪当全世界的目光开始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我们期待一个新纪元的诞生亚太地区将拥有最辽阔未开发的天然土地资源充满活力的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还有超过一千种语言各式各样的风土文化几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将全世界引入工业革命发明家海洋探索队全速追求新领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今日当世界步入资讯革命一群充满探索热诚的开创者又会不会将亚洲太平洋大陆带入一个新局面呢现在亚洲四小龙加上日本、中国是东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就好像当日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汇聚所有的精英一样亚太新人类敢于质询现存社会的一切价值
佢哋质疑权威，反对社会种种嘅规范。佢哋热爱生命，但系又会为到更高嘅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嘅性命。活字版的印刷发明将文艺复兴推至到一个高峰，助长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将人类带入文字的传播年代。今日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录影碟令到新人类踏入电子交流的资讯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努力开发大自然的资源，而现在新人类领悟到资源的宝贵，努力保护环境。我就从来都不写，都不会是张纸写了一面我扔了它，那就而且是我家里啲報紙我哋會攞去廢紙站回收啦，咁係盡量希望協助拯救地球啦。咁由呢個去發展開去咧，就係話我哋愛惜所有嘅嘢啦，愛惜地球嘅資源啦，或者係珍惜，即係尊重其他嘅生物啊之類。咁到落喺實際要做嘅嘢嘅話咧，就節儉啦，唔好嘥咁多嘢啦，唔好隨便去開源啦。文艺复兴带来新美洲大陆，组成了很多新国家。新文艺复兴将会带来亚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新局面。
一个新文艺复兴将会带我们进入一个怎样的新纪元呢？而在这个纪元，我们又会成为怎样的人呢？电影双响炮啊！今晚八点啊，恩奇女鬼整蛊做怪，唔通吉屋真系藏娇？九点九黑到中环出生入死，手足情深不离不弃，四大家族之龙虎兄弟。纪元来临之前，新人类需要一种新的勇气，为到自己丑恶的一面而忏悔。小说《阿 Q 正传》是一种忏悔，他想彻底看清楚人性的丑恶。何湘电视片集可能是另一种的忏悔，他要反省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苏联的新思维亦都是一种忏悔，是要忏悔在集体领导之下人是被压迫的。东欧改革又是另一种的忏悔，他要改正过去四十年这么多个民族被压迫的错误。人类对人性丑恶的彻底忏悔是迈向光明的第一步。新纪元的人是一个忏悔人。将来的日子，我们要不断向人性的黑暗宣战。生命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Most of the times you struggle through it.And life is a bitch, as it is. And, you know, then you simply die,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 have achieved your goal or not. 让别人
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或者工作，或者生，就是生活上有一些进步，我都觉得很快乐。的创作里面必须包含一个字，就是爱。你如果不去爱别人，不去关心别人，哦，那我觉得这个作品基本上是失败的。新纪元的新人类需要做一个复和人，人同人之间的和解是要从饶恕开始的。经过数百年的苦难，受殖民主义践踏，被帝国主义侵略，又有经济大国的剥削，对于过去种种的创伤是需要得到医治才可以摆脱自卑。可以忘记过去的创伤，但是我们可以宽恕，宽恕可以将我们提升去到另一个境界，令到东西方可以重新合作。是一个真正的地球人，因为他所使用的资源又或者他造成的污染都会影响全世界的人。新人类需要有国际的视野，不单只顾着自己的小社会，还要生活在一个地球村的世界里面。是一个有感召的人，有目的、有意义地生活，他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着想。地球不是一块乱石，宇宙亦都不是一堆乱草，而是有情天地、有意义的世界。全世界的人负责，而一切浪费、自私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
新纪元的人是一个庆祝生命的人。婴儿的诞生其实是一个奇迹，老人安详度过一生是一首生命的诗歌，男女和谐共处是生命的奥秘。像大排筵席一样，大家一起去享用，一起去歌颂。新纪元几时才会来到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选择。伍永薇啊，点解要改变自己？陈雅伦为咗钱真系乜都可以放弃？仲有多位文坛名家、财经地产权威啊，齐集亚视周刊，文章篇篇精彩。会危害住客同公众嘅安全，受影响嘅物业变得唔值钱。呢间楼都冇保养，真系买唔过。避免楼宇失修，应揾专人检查，定期维修。有关楼宇安全资料单张，请向各区政务处索取。
小靈精。寒災新闻报告，灾难性的干旱仍然持续下去，整个地球都有旱灾，而且越来越严重。由巴黎到香港，所有地方都有制水。弊啦，好快脆我就唔够水淋啲植物啦，真系惨啊！诶，妈咪啊，咩事啊？我觉得好口干啊，外边好热啊。嗯？哦？哦？咦？哦，妈咪啊，点解水喉冇水嘅？因为而家制水啊嘛，水煲嗰度有啲水嘅，不过要到晚饭时间先有水嚟喎。几时会落雨啊？真系得人惊啊！天气报告点样讲啊，妈咪？我睇有排先落雨啦。哦，嗯，哎，好舒服啊！是不是有人在这里啊？外面有人啊？不是啊。哎呀，大龙，原来是你啊。哦，对不起，德仔，我等你等到睡着了，我大伤风啊嘛。啊，是啦，你怎样避过妈咪入到来这里的？哦，我哋只太空船有一条绳梯，以防有急事嘅时候咧。啊，好啦，我都唔好讲咁多啦，去太空船嗰度见下朱女啊。吓？哦哦，好啊。旱灾情况越嚟越严重啊！冰冻亦都系一样啊。你喺度讲乜嘢啊？地球呢度啊熱到咩咁？不過喺第四度空間嘅小行星星球咧，就好似冰咁凍。我哋好唔習慣，個個都冷到大傷風啊！冇錯，係啊，我哋全部小行星都大傷風，好辛苦添啊！啊，大龍啊，唔該你打招呼嗰陣咧，揞住個口得唔得啊？你散播曬啲細菌出嚟啦！哈哈，你仲喺度講啊？五龍啊，呢啲傷風啊，係你第一個傳俾我哋嘅喎，你知唔？冇亂講啊，唔係我啊，阿超啊。哦，是他啊，黐龙咧第一个染咗伤风噶。喂，你唔可以怪我噶，因为系四龙传染啲伤风俾我噶。唔系啊，边个话我系罪魁祸首啊？即管企出嚟啦！系我，系我，系我第一个染到伤风噶。打唔打住？打住！打住！我真的很慚愧，大家都是我惹到的。你知不知道我怎么想？我认为小靈精星球咁凍，跟这里这么干旱绝对不是一件巧合的事。我认为沙圖和蘇達斯人他们在那搞鬼的，目的是要削弱我们的防衛，等他们可以救回無私。不要说那么多，快点去做事。快出发了。看看这一幅地球的照片是在太空图拍摄的，如果你看看欧洲和非洲，可以看到它们上面是没有云的，那里比这里很干旱的。没有云就代表没有雨，对不对啊，赤龙？对了，这个图表显示温度和湿度的比例，闪闪下的一点点就是干旱最严重的地区，那里就是纽约和洛杉矶，差不多都是大城市来的，即是说这件事可能是沙图所为。好合理啊。不过亦有几个好热的地方都在偏僻地区，好像中东这一带就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查才得的。哦，好啊。我知道了，在伦敦或者巴黎或者世界任何大城市都是有庞大的警队的，如果沙图的基地在那里，他们会很快测到是什么仪器造成干旱的。哈哈，他一定是躲在一些比较僻静的地方了。不过我们不可以去云那么多地方的，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的。那又不是噃，四龙只有四点是远离人口的地方，不会很难找的。
只有四点啊，咁我哋仲等乜嘢？出发啦！哦，咁咪出发咯。如果你哋两个唔可以控制太空船，我就接走啦。你唔中意我揸太空船啊？你自己走去坐的士啊！佢有咩资格埋怨得噶？系佢惹病我哋噶喎！就是第一个热力来源啦，我哋一于要进行突击啦。嗯，攞到灭火筒未啊？梗攞到啦，喷射。你整熄咗我啲北极炭啦！人有错手，麻油杀敌。三龙啊，呢度第二大酷热地方，睇嚟冇咩可疑喎。不过都好难讲嘅。我哋呢一次一定要小心啲。入面好像没人咁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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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啲做乜嘢呀？太太呀，呢个热烫斗自己行开好危险㗎。怪物喎，佢講得好唔客氣喎。係第三大嘅酷熱地方，唔知呢度有啲咩？啊！你磨擦兩支樹枝咧，咁就會好快脆。着火！我哋仲想攻擊童子軍啊！呢度系最后一笪偏僻嘅酷热地方。系啊，五龙唔见咗方位喎。系因为我嘅导航员佢冇写低啊。系咩啊？有啲人咩都赖晒我噶。而家我要输入资料啦。冇可能咁噶噃。阿志龙，你睇下，第四点就喺嗰度啊，系大海嚟噶噃。系，而家谂起上嚟的确好奇怪喎，系咪啊三五龙？啊系呀系呀，的确好怪呀。系啦，乜嘢喺水道可以保持咁热嘅咧？只有一个可能性系咁嘅啫。嗱，呢度有个小岛咧，喺地图度系揾唔到嘅。嗱，我主张我哋去嗰度揾下。好啦，大家一齐去，全速前进啦！如果搞错咗咁点啊？系啊，呢件事越嚟越尴尬啦。哎呀，唔好再嘈啦，我哋行啦。哇！出好极啦，差唔多到啦噃，但系附近唔见有海岛噃。卢博士啊，我已经俾咗好多时间你噶啦噃，不过我而家咧已经再冇咁好耐性噶啦，博士。嚟啦，沙陀，你再俾啲耐性去瞓下觉啦，嗱，或者睇下书咁啦，总之啊，唔好骚扰我。虽然那种神奇的矿物质是你找到的，但你都不用这么对我这么无礼的嘛。
你以为是边个话皇帝啊？快啲躝开啊！队长啊，对唔住啊，队长，小灵精嘅太空船而家嚟紧呢一度啊！又系佢哋啊！睇下，就系嗰一度嚟啦。嗰一个岛啊，亦都喺嗰一度啊。喂，三龙啊，你最好睇下荧光幕嗰雪先啦。咩雪啫？睇嚟有啲唔妥噃，我哋去睇下咯。好啦，大龙，你听到三龙点讲噶啦，你去查下啦。嗯。那个火球啊，那个火球的表面温度咧有成30000度咁高啊，好厉害喎！哇，好热啊！哎呀，真系好热啊！系啊，而家仲系摄氏添。蔡和平直销电视热线广告杂志，6月12日星期六晚11:30啊，本港台。张单写明赔咁多咋？你唔好吓我啊！唔好吓你嘅赔偿消委会见啦。消费权益喺你手，据理力争要开口。照咁睇，毫无疑问系佢造成干旱噶啦噃。真系？一定系一个迷你太阳。